这样子稳不稳？其实每次到国外直播，最怕就是 WiFi 不稳，或是4G 不稳，这是一个真的蛮障碍的事情。但是呢，会尽量开到清楚给大家看，因为今天是第一档春中，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好啦，新年好。然后今天呢，有大家很爱的 MIT 牛仔裤，还会介绍一些小可爱的款式。好，台湾的粉丝现在陆续的进来，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清楚吗？然后帮我打一些留言，因为我到现在是看不到留言，但是我看得到上线人数哦，有看到字了。然后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清楚，我等大家上线我再开始来介绍。然后今天会介绍小可爱 MIT 跟牛仔短裤，都是非常强烈的款式。好啦，先跟大家说抱歉，为什么那么晚开跟重开，是因为刚刚妞早上到大马的办公室去办公，然后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刚刚因为网速所以重开了一下哦。大家赶快进来，妞儿现在呢人在大马的办公室这边，然后呢要跟大家讲说妞儿这一趟啊很想聊天，但是时间好像不太够，要赶快介绍新品。这一趟坐飞机真的是很害怕，连饭都没吃，口罩都不敢拿下来，还带来双层口罩。好啦，妞儿就是一个比较害怕生病的人，所以呢，因为毕竟现在家里有三个小孩，所以呢，这一趟旅程真的是蛮紧张的。好，但是大马这边疫情还好啦，就是都还 OK， 妞妞也都还安好 OK， 大家不用担心。那主要今天呢，春装不是非常多，但是每一款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大家胃口的，尤其是我自己亲身踏入大马哦。就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就一下飞机本来穿着发热衣啊，全部脱到深背心。那今天开始上架的春装大码呢，应该很开心哦，就是可以跟台湾一样哦，就是开始可以购买我们的新品咯，比刚刚好了是不是？好，我们再等一下，因为这个已经极限了，就是已经开到 WiFi 了。好，它就是一下稳一下不稳，因为 WiFi， 但可能比4G 好啦，比4G 好一些些。好，来，那等一下再多一点人，我就要开始介绍咯。所以呢，还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新年好。然后我看还有一些人还在放假，可能多请了几天假这样子。好，不过大部分都应该回到工作的岗位咯。那我要先呼吁一下，介绍今天新品之前，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欢的东西，请你现在等一下立刻下单。除了今天有新品预购价之外呢，都有准备现货，但是现货售完的话，我必须先说，因为现在有大陆疫情的关系，所以呢，那一边的就是供货上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可能会延迟个比较久一点点。所以呢，你看到喜欢的衣服，请你们务必赶快先去下单，买到现货的一样，今天下午跟明天早上就可以出货。那海外的地方一样，我帮大家准备现货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买现货，因为这个疫情来得太突然了，导致我们的追加期可能都会延后，这个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的哦。但是我相信这个新闻呢，应该大家都知道，都能够谅解我们。所以呢，我还是要呼吁，今天看到喜欢的衣服，妞妞身上这一件有满满的现货准备给大家，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我们的那个剧院粉丝团队力量有点太巨大，所以呢，我还是很担心，所以请大家赶快购买。好啦，那妞妞话不多说喽，来。要开始介绍我们的新品咯。第一件呢，就是呢我最喜欢的洋装，它有黑色跟浅灰色，两色我都买了。然后相信灰色我之前就曝光过了，我在过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去穿出去逛街过了，每一个人都大获好评。这一件呢是大家最喜欢的 MIT 的款式，我要特别来讲一下，非常适合大码，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穿了这件去大马办公室，不论是在冷气房呢，或是遮阳效果啊，我觉得都 OK， 然后不会到太闷热。虽然有一点就是大马天气真的是蛮闷热，但是这一件我觉得鞋尖是非常符合大马的哟。然后呢，这一件呢是大家很方便的裙子，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特色哦。其实它可以穿正常肩，也可以穿斜肩，但是大家都了解妞妞很爱斜肩，所以呢，我一样是让它自然的垂斜肩。再来呢，腰是做松紧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它这个腰其实是假的，它不会就是缩在你的腰上，因为夏天啊，如果缩在大家的腰上，我相信会很热，又很紧，又会有纹路，所以它其实只是把缩腰做起来，但是呢，它都没有缩到妞妞的任何的腰，所以呢它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做了一个造型的这种宽肩带的这个松紧给大家。然后呢最特别的地方是这边有一个排扣，但是这些扣子都是密合的，它是假扣的设计，所以呢比较肉肉的粉丝你在坐下来的时候旁边也不会有空洞。然后手袖的部分啊，这次做了这种
有扣子式的，那整件呢都是 MIT 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棉料，然后这个叉的位置啊，不论是你坐下上楼梯都是非常非常的刚好。我拿灰色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扣子的部分好了，扣子我刚刚讲了，这假排扣，这一排扣子都是假的。好，这件一定要买，因为我太喜欢，它是做这种五分袖，在转换季节最适合了，要冷不冷，要热不热，然后你可以加你自己的牛仔外套啊，小针织外套都可以。大 L 绝对穿得下，这件可以穿到 XL 没有问题。短裤都还没有介绍，现在才是第一件而已哦。来，它这整个都是松紧的，所以呢，来小比较瘦的女生，她的腰围我估计到 M 号都缩不到腰，只有到 L 到 XL 可能会靠在你的腰上，就是真的有缩腰的效果。不然这一件它的缩腰其实是一个造型，它完全不会再粘在你的腰上，就是不会到很闷热这样子。好，所以呢，非常非常适合大家。长度的部分呢，妞妞是160公分，我站远一点，其实穿起来啊。不会很长，所以150公分的小资女生顶多到你的脚踝的骨头而已，所以不用担心。170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我拉一下。那你也可以参考我们卖场的 model 尺寸，都差不多170几，甚至再高。所以呢，它其实不分尺寸。那你要搭高跟鞋比较 lady 一点也可以。那像妞妞比较爱穿小白鞋，就是休闲非常非常简单，背个包包就可以出门。再来就是它有帮大家做口袋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口袋，就是你只要拿一个小包，然后拍照，不论是拍照放东西，我觉得都很需要一个口袋哦。那领子正常也完全可以，它其实本身是做正常肩的，只是我呢就是特爱斜肩，所以抱歉啊，我就是让它掉斜肩了。所以这是大家可以自己去造型的，那斜肩最多也就掉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漏太多，完全不会。记得一定要帮妞妞按赞、留言、分享哦。今天的第一档春装直播。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啦，所以呢，这黑色美的不像话，但是呢，等一下还有灰色，我觉得这一件很适合两件都买，但我还是要再呼吁哦，就是妞妞非常啰嗦，就是现货一定要先买，因为现在有一些疫情的关系，追加都会变得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要请大家见谅咯，好不好？好咯，然后呢，如果有点糊的，我妞妞会讲慢一点，就是在等大码的粉丝一下。好，所以大码这是非常适合哦，不用再问天气了。现在上的春装呢，都符合大码天气。妞妞人呢的所在地就在马来西亚，所以呢，我自己很能亲身体验你们现在的温度，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哦。好，这件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而且整个臀围这种伞裙啊，我跟你说，我们买不好的话，第一个屁股会变很大，因为呢，伞裙它必须要垂，然后布料用布量也要买。蛮多的，但是如果你买不好的话，屁股这边会变得很蓬很蓬，不好看。但是这一件呢，它不论在长度上不需要修改，垂坠度也非常非常的足够，真的很适合大家。胸围部分完全做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总之呢 ，MIT 就是大家最喜欢，然后也是最没有问题的。商品好，然后袖子我还是要特别讲一下，我很喜欢，因为这一次做的其实没有到这么休闲感，就是故意做一个有一个扣子袖扣的感觉，就是比较有多一点点造型。好啦，黑色很显瘦，但是灰色也不会黑色逊色哦，所以呢，妞妞呢现在要再来换一下灰色给大家看哦，然后呢，大家可以消化一下，然后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开着网站，就是边下单边看直播，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抢现货真的是非常必要的时刻，因为呢，追加期真的很长，有的有看我们小可爱追加期要到2月27到月底咯，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我们也不愿意，但是呢，就是大陆那边开工它的时间确实比较晚一些些，请大家多见谅咯。好，灰色这一件呢，我觉得我穿上去虽然两个都是基本色，但是呢两个的感觉很不一样哦。来，灰色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变胖，新加坡也可以订购哦，我们的客服小帮手会协助你。终于等到春装了，没错，这个呢现在开始上架的东西都是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或是港澳的朋友非常适合，反倒是台湾还比较天气有凉意，但是台湾的粉丝好东西要先买起来，我相信是我们剧院粉丝应该都知道。这个灰色啊，灰色以前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休闲的感觉，但是呢，这件灰色我觉得整体穿起来的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让你有一种
我觉得是时尚的感觉，不是到那种很休闲很休闲的 feel， 所以呢它也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的一个颜色哦。然后灰色其实是大家觉得会穿起来会胖胖的感觉，其实这件完全没有，刚刚我有说了，你要选好的布料跟好的垂坠度，它在你的臀围修饰度上就会非常非常的加分哦。如果呢布料选不好的话，一定会就是胖胖的。而且呢怎么下单的小帮手会协助你哦，好不好？灰色也好看，就是如果不喜欢那么重的人你可以买灰色，但是你想要显瘦度，当然啦，黑跟灰一定是黑色比较显瘦，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件的灰色也不会黑色那么逊色或是显胖，是完全不会的、哦、然后呢这边刚刚这期用这个颜色会比较清楚，它是可以穿到 XL 的，然后排扣是这种假排扣的，很可爱哦。然后叉呢，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就是试的，是我觉得妞妞有三个小朋友啦，我还多就是考虑了这一点，如果要抱小孩上楼梯或是坐的时候，这个叉就是好看，但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啊我会曝光啊，就是让大家又多一个麻烦的地方。后背屁股的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顺，在最棒的是我觉得长度这一次非常的刚好，不长不短，所以从150 160 170大家都可以驾驭。那这个颜色跟黑色其实去搭牛仔外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那刚刚有特别讲的腰身，来，这个腰身其实完全没有靠在牛牛身上，它其实是一个造型用，所以呢很多人都有疑虑说这个松紧带会不会这样勒在肚子上，完全不会，因为其实在很炎热的天气这样勒着真的是很不舒服，而且脱掉的时候会有纹路，对不对？所以呢不用担心，这一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口袋在这边，它是做的那种斜弧口切口的，超级可爱，喜欢的话赶快去下单哦，因为它整个质感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它不太容易皱，我今天妞妞拿出来的衣服其实老实讲没有什么时间去烫、欸、所以真的不会到很皱，如果你烫好的话会更好看，但是呢真的也没有什么时间烫，但是灰色它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皱，所以它是很好整理的哦。所以大家有喜欢的话，两色一定赶快加入购物车，好不好？有寄海外哦， free size SML XL 都可以穿，裙子非常漂亮，太适合大码了，因为刚刚妞妞有讲，第一个我在大码不想要穿外套有点热，第二个是我又害怕就是变黑，所以他把我整个腿都遮住了。然后呢在冷气房呢，我觉得这种五分秀又是非常非常符合的，所以大码朋友觉得这件可以买，因为大码的室内冷气真的开超冷的。它的正常领是长这样子，就是一个大圆领，所以你不一定要穿斜肩，这是让你自己自由的去调整哦。我的身高是161公分，目前呢刚生完的体重现在还是48，在49左右，所以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纤细，那是 S 号哦，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赶快丢上来，黑灰都非常多人买，你们自己选。那也有很多人买两色，所以呢这个就交给你们啦，它真的是看不够的话可以再看一下官网的图片。150刚刚说了绝对不会太长，我有刚刚比了一下，我是161嘛，150我偷偷拉长10公分，你顶多到你的脚踝骨头而已，不会落地，穿平底鞋就可以了，所以呢完全150的小资女孩你绝对是可以购买的哟，好不好？赶快帮妞妞分享哦，今天第一档直播尤其是又是在马来西亚，真的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新品哦。好，喜欢黑色喜欢灰色都有，海外的粉丝你们喜欢什么颜色也可以在上面讨论一下。 Hello 新年快乐，所以呢长度再讲一次完全不会有太长落地的问题咯。好，接下来妞妞呢要穿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什么呢，我先穿今天要送的商品，等一下呢我再介绍那个牛仔短裤好了。好，今天呢这件 MIT 上衣很多人有看过，很多人也没看过，所以呢妞妞呢一样会再重新介绍一次。这件 MIT 呢是我们去年算是冠军款吧，所以呢妞妞一样再穿一次给大家看哦。好，那今年呢还有多了一个我觉得大家会很喜欢的颜色，叫做灰色，然后跟粉紫色。好，这个颜这一件衣服呢只能说是一定要买，如果你是 GN 的粉丝你一定要买。好，就是这一件，这个紫色太漂亮了，它也是 MIT 系列的，今天两大 MIT 不买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哦。好啦，这件衣服相信你们不陌生，有一些老粉可能有买过，但是今年有多了两个新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竹节棉，然后非常非常透气，弹到 2XL 都可以穿的衣服哦。然后再来呢它其实有两个穿法，好，妞妞真的很爱斜肩，所以连这种衣服呢都要把它穿成是斜肩哦。好来，所以呢
它可以正常领啦，它是正常领啦，只是我很喜欢斜肩，然后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弹度跟凉度，绝对是你们会喜欢的。台湾粉丝一定要赶快先买起来哦，然后大码粉丝非常适合你们穿。来，这边有两个造型，一个是让它直接自然垂坠，你的腿会变得很长。其实妞妞生完到现在40天，但是呢。快要两个月了，快要两个月，大概40到50天。但是呢，其实我整个身体的肉没有完全恢复哦，所以其实还是有点肉肉的。之前妞妞生前之前是46，现在还是49，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见谅一下，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好，那这一款呢，刚刚说到的套都可以穿，它的凉度，那跟大家讲绝对凉。再来，它是这种竹节棉，所以你会看到它布料上有花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一件简单的衣服。但是呢，它上面有一些纹路，就会增添不一样的视觉感。第一穿呢是可以这样直接放下来，它其实有一个那种修长的比例。第二穿呢，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环？我们呢把衣服拉进去。好，很多人呢就说，那这样拉来，你想露肚子的人，像我之前穿这件去海边，我想露小肚。我就这样子拉，它可以变成是37比例的短上衣，然后穿个短裤。但是呢，妞妞现在呢，可能肚子没有那么好看，你可以自己自然垂坠，看你要放多少，你要拉很紧，或是拉一点点都可以。它是一件非常凉爽、非常有造型的上衣。不想露肚肚的人，你就直接扣在裤头上。你看你穿一件短裤啊，你的比例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好哦，非常非常的出色。所以呢，这个粉紫色我很推荐大家买。然后呢，等一下穿的白跟灰也很推荐。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能够推荐你们什么色，但是请你们看完3个色再去做决定。但是这一件是一定要买，你没有买到你会后悔。它白色呢，去年也卖得非常好，因为非常亮白、洁白，然后白色又是夏天的主色。好，凉爽度一定就是你们会满意的，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正常穿。然后刚刚我讲的，如果你去海边的话，想要露点小肚子，你看就变短上衣了。好，然后呢，不想这个很好玩，你可以自己随意缩放，然后胸围、肩宽，整个布料都是非常满分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衣长，都是可以你们遮住你们最讨厌的肉。我现在这边也是有肉，然后屁股有肉，腰有肉，所以呢，这个呢，我相信很符合现在大家所需求的上衣。好，这个呢是今年的新色，是粉紫色，穿了非常非常的亮眼，然后显白，夏天，然后包包也好搭，鞋子也好搭，牛仔裤类的也都好搭。你买这一件呢、啊，除了可以搭白裤之外，等一下呢，我要介绍的。牛仔裤、浅色、深色、黑裤全部都可以搭，所以今天的东西非常好买。虽然我刚刚讲没有很多款，但是呢，每一款都是剧院经典中的经典，才会放在春装第一档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好好的看直播，好好的帮妞妞分享哦，分享、分享、再分享。好，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颜色，我觉得穿起来很年轻、很白。第二个颜色呢，我要来介绍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颜色。就是深灰色，但那个深灰色呢，它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因为呢，夏天呢、啊，像这一款呢就没有帮大家做黑色了，因为我觉得黑色呢穿这样的上衣其实看不出它的扭结，所以呢我就做了灰色。你看这个灰色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花纹，它的纹路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然后你看灰色穿起来就是氛围很不一样，刚刚的紫色是比较活泼轻松，然后比较。休闲可爱一点的感觉，灰色呢，粉紫色超好看，然后灰色就是比较欧美，然后比较时尚的颜色哦，比较不一样。然后它是这种花灰，所以其实喜欢韩国商品的女生应该会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因为它不会到很重，夏天是看得非常清爽。那如果你戴了一个墨镜啊，黑色啊，或者是白色的墨镜，都会非常非常的好搭。好，牛仔裤等一下介绍哟。好。我刚刚黑色的长裙已经有穿过了，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再穿给大家看一次。好，再次第一穿，你看它是超级弹，而且这块布料如果你是剧院的新粉的话，我非常推荐你买一件回家，如果真的不好穿你再退回来给我，因为这个布料必须要让你们了解它是非常凉爽非常好的一个竹节棉的商品，所以呢在大马地区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台湾更不用说，这个呢你们一定是认识这块布料咯，所以呢赶快咯。
然后第二串呢，刚刚有说啦，这边有一个那个环，然后你可以自己拉。你呢，如果今天不想露肚肚的话，就稍微拉这样子，其实它的你的比例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其实不是只有我可以做到，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款式哦，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三七比例，很简单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去海边玩，就是想要再小短板一点点，我们就再把它往上拉，所以就可以露小肚的感觉，感觉又更夏天一点点。所以呢，每一件衣服呢都可以自己去做造型，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样放下来穿也蛮好看的，就是它的腿可以这样拉长你的身形，然后呢后背的地方整个刚刚也说它是不规则，然后也帮大家遮住大家最讨厌的腰内肉。好，妞妞现在这边也有一块肉，所以我也很需要这样子的衣服遮起来。粉色穿深色内衣会痛吗？粉色我建议你穿浅色的小可爱或内衣，但是呢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回放，其实妞妞里面很明显穿的是黑色的小可爱，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白色。其实呢夏天微透，我觉得适时的微透，而且我是小可爱不是内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除非你本人比较 care 说我就是不要有那种黑色的感觉印出来的话，你就换成是白色小可爱，但是妞妞还蛮喜欢这种透视的欧美感，是蛮性感好看的，所以就供你参考咯，好不好？再给大家看灰色，因为灰色我真的很喜欢。然后灰色啊，如果你要搭其他颜色牛仔裤，你家里啊一定有自己的黑裤，你看黑裤搭灰也非常的好看。然后呢，蓝深蓝色、浅蓝色全部都可以搭，所以其实这一件啊，我觉得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都可以来购买。好，灰色看够了吗？好了，再来呢，妞妞就要来穿白色。白色一直是都是我们一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颜色啊、哦。然后白色呢，一样是有竹节的那个纹路。然后白色啊，是我们 MIT 里面非常主推的颜色，因为我们家的白色穿起来，你看亮白、洁白。然后呢，有没有看到它微透微透？刚刚有粉丝问说会不会透？我觉得这样透小可爱，它是非常好看，而且其实不太透哎、欸，我就是。这样你们先透过镜头看一下，我自己本人看我自己这样它是不太透，但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就自己换。白色非常多人戴，然后我们家的白色是纯白洁白的，非常好看。那我相信白色啊，如果你想要夏天像大家这样妞妞这样搭全白也非常好看。全白呢，我就建议大家的配件可以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点，或是包包可以背比较彩色一点点，或是饰品，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好看，很美啊。白色你看哦，白色它也有竹节的效果，所以呢不用担心说白色看不到布料，白色也是完全看得到布料的。然后呢，白色大家一定最想要搭的就是牛仔裤，牛仔裤你有需要的话就买，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其实拿你自己的牛仔裤它也都是可以搭配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好哟，那记得要帮妞妞按赞留言分享哟，好不好？然后白色的话呢，其实这样子垂下来我觉得超级好看，正常领的话是这样子。 Range 呢刚刚说可以穿到 2XL， 它非常非常的凉。再来呢，再来这是非常多穿白色啊，我们今天白色去海边就非常好用，或者是大马地区我觉得白色你们应该会蛮喜欢的，就非常非常清爽，这样拉起来，然后斜斜，然后小肚肚。如果不想露小肚的人，就是像妞妞一样自己调整，稍微把它拉下来一点。它这个缩腰啊，就是让大家的腰身缩起来，但是又不会很不舒服、很闷热，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很建议大家现在边看直播边去开网页哦，因为呢，现货售完可能就要等一点点的时间哦，你不如趁现在有现货先赶快买起来咯。好。有没有白色？三个颜色你们都喜欢什么颜色？现在有没有一个答案了？喜欢紫色吗？还是灰色？还是白色？再给大家看一次。粉紫色我也蛮推的，因为这个粉紫色在外面真的蛮少见的，因为要么就是紫色，要么就是粉红色。妞妞呢，这一块布料的颜色是粉紫色，非常非常的卡哇伊，然后它又不会到挑肤色，因为有的粉紫色它会挑肤色，会有点黑黑暗暗的，但我们家的粉紫色非常好看。那不喜欢这一种比较亮色系的人，你可以买这个灰色，今年反倒没出黑啊，因为我觉得黑色就是太乌黑，其实也看不太清楚。这个灰色是三色我今年里面最喜欢的，喜欢白色，我跟你讲白色会卖得非常好，因为白色真的很少会推荐白色，因为白色通常问题很多，就是可能会黄啊，会
脏啊，一大堆的问题，但是我们家这块布的白色因为对它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一定会喜欢。而且呢春夏其实白色是最好搭的，你要搭配件搭包包或是搭牛仔外套，任何的外套都 OK， 但这个一定要买，因为今天有新品预购价哦，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放了假那么久，我们的新品预购价就是只有到明天早上9点哦，好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去买现货，海外的粉丝大马的粉丝也是一样，我们要准备现货给你们，所以呢一样哦，现货大马盒是现在就可以穿了，因为这就等一下我要穿去吃饭的衣服了，所以呢等一下可以再看到妞妞的穿搭哦，好不好？非常适合大马天气，因为妞妞人现在就在大马所在，所以呢很知道现在的天气是多么炎热，适合穿什么哟，好不好？以包色是不是好？所以呢不论你喜欢什么颜色，今天呢是第一档春装，妞妞绝对推出我最有信心觉得大家最需要购买的商品给大家。好，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很想听的裤子啦。好啦，裤子呢你要买的话呢，如果呢你有穿过剧院的裤子，我相信不用妞妞说，你第一个你应该也认识它，第二个呢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家的弹力牛仔有多好穿哦。总共呢今年一样有4个颜色，黑白深蓝浅蓝。这件裤子呢尺寸该怎么选呢？妞妞现在是穿着 S 号，因为它是整件弹力的，那如果呢我是现在穿 S 哦， S 号，如果你不喜欢太合紧或是太短的人，你可以偷偷买大一个尺寸，但它其实是算是标准 S 号，因为呢在妞妞的肚子，其实我刚生完，不瞒大家说我的这边后面还有肉，肚子也还有肉，所以我缩起来了，所以呢它还是算标准 S，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合紧，其实我也没有到很合紧，因为我这边空间都还是很大，所以你不想要这么短，比较高个的粉丝，我建议你可以买 M 号，比较高个的粉丝，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就是刚好切在这个，它是在屁股蛋之下，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但是这件裤子呢，会一直卖到夏季走完。但是为什么今天要买呢？因为今天的价格比较便宜，才520块而已。所以呢，如果你要买裤子啊，请你今天一次买起来，而且裤子呢，牛仔裤的做货时间也会比较久，这是妞妞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所以今天准备的现货给大家，现货商品最快下午跟明天就会寄出，但是牛仔裤你没有买到的话，真的要等到2月底3月初喽，要先跟大家讲好的规则。所以呢，如果你的动作够快呢，我们的小帮手出货速度也会很快。海外的部分也是有现货给大家，相信我们家的弹力牛仔大家都知道有多好穿。那第一款呢，妞妞就是推出这个白色没有边没有虚虚边的牛仔裤给大家，因为它是最实穿、最好搭、最百搭的牛仔裤，所以呢，妞妞放在春装的第一档上架，还用了优惠价格给大家。我是穿 S 号的，我没有带 M 号出来，但是穿 M 号的话，它其实没有太大的落差，就是整件稍微再宽松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平常不喜欢太合紧或太短的人，它其实就刚好在屁股之下，所以也不会漏到什么。但是你想要买 M 号也是 OK 的。好，所以呢，来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推给大家，我觉得它是最基本、最需要买的，你春夏第一款、第一件要准备的牛仔短裤哦。然后这种牛仔短裤没有虚边的，很好用，因为接下来你要穿一些裙子，想要当成内搭牛仔裤的时候，它才不会有虚虚跑出来。所以这一件是非常非常必要购买的。如果你要买的话，请你先加入购物车，因为牛仔呢，我们家通常都是速速扫光。那刚刚有讲啦，因为最近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工厂端那边真的追加期会再久一点点哦，甚至到3月初，但今天都有准备现货，如果你够快的话是买得到现货的哟。好，这款去年有卖，但是呢有稍微刷色跟颜色有新的黑白色，好，所以呢有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买，重点是今天有优惠价格哦，好不好？一定要立马去订购。其实妞妞一直提醒大家现货真的很重要，因为真的没骗大家，现在这个牛仔裤追加真的要等到快要三月，所以真的会等待。那女生买东西就想要有现货，所以想要有现货的人今天赶快现在立刻去下单，因为牛仔裤一直都是剧院非常非常厉害的明星商品，尤其是我们家的弹力牛仔裤真的非常好穿。这个我自己啊有这个弹力试色裤，我自己穿了2-3年，每一年都是我们家的明星商品，因为就像你有讲的，它是没有任何的刷色，没有任何的虚虚，它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穿，跟非常的好搭，好不好？我穿的是 S 号，好，白色看够了吗？白色搭其实
就是要看会不会胖而已。其实妞妞的骨盆啊，现在是比原本在大5公分左右，所以呢，真的白色这一款反倒不太会显胖。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白色，因为白色其实大家夏天都想买白色的裤子，但最怕就是屁股会显胖。对，所以呢，这个还蛮明显的，直接穿这种短上衣给大家看。好，第二个颜色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浅色牛仔裤好了，总共有四个颜色。那它算是一个中腰的短裤，所以呢，如果你穿短版上衣啊，我觉得都蛮刚好的，不会到就是露到太多的肚子。所以呢，这一款真的很适合大家买。然后现在的价格是520元，520元，我跟你说，你可以穿好几年都不用再买这个裤子了。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来，蓝色的部分，这个是浅蓝色，浅蓝色它是刷这种比较复古的浅蓝色，四色都非常好看，你可以挑黑白各一，或是深蓝浅蓝各一，你自己去调配哦。因为这个四色裤子我一路就会一直搭到夏天过完，所以呢。非常好用，而且它非常非常修身，它是整个会这样子包住，但它不代表是很贴很紧，会挤大腿肉的，因为你看我这边旁边都还有空间，所以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好，生完没变吗？我现在还有48公斤、49公斤在身上，所以其实真的是剧院的衣服做到非常非常的修饰，把我自己想要藏的地方全部藏起来。如果尺寸不知道怎么买的话，可以问你私讯我们小帮手哦，他会回复你。这款裤子我再讲一遍哦，它我现在穿 S 号。如果呢你不喜欢穿太合紧或是太短的人，你可以买大一个尺寸，但是它还是算是正常尺寸，所以你可以斟酌一下。那也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小帮手哦，好不好？好，然后弹度不用讲了，我们家牛仔弹力是非常好穿的。然后呢，这个放下你看也是非常非常好搭的颜色。好，它是比较复古刷色的，浅蓝色我个人也蛮推荐的，就是夏天春夏穿也是蛮清爽好搭，不论是包包鞋子配件都非常非常的简易搭配。好，520块超级优惠价，因为这个活动只到明天早上9点咯，所以呢想要拥有这样子的身材，真的那个是挡住了啦，是挡住，然后也是裤子非常非常修饰了。毕竟生了3胎，你说屁股要多小，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呢，这个裤子是真的蛮修饰的，而且我刚刚穿的两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浅的颜色哦，非常非常浅的颜色。好，这个是浅蓝色，我在还没穿深蓝色之前，先拿来旁边比对一下，因为怕等一下大家搞不清楚哦。好，深蓝色跟浅蓝色是不一样的哦，深蓝色跟浅蓝色不一样。夏天很多人戴浅蓝，也有人戴深蓝，就是你自己斟酌，但是他们就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因为每次换掉，大家都会觉得哎很像。很像。好，那我等一下要穿深蓝色之前呢，我先穿黑色。好，黑色的部分衣服超美，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就是今天一定要买的东西。好，我要来穿黑色了。黑色我记得去年好像没有卖黑白色。好，黑色呢绝对是大家会想要买的，因为黑色呢真的是四季的裤子都可以穿，而且呢黑色绝对是最瘦的啊，黑色绝对是最瘦的。所以你要问我说要买什么颜色，四色都很好，万用色，但是呢你可以斟酌一下你自己什么颜色的裤子比较少。来，黑色绝对是四色里面最瘦，这不用说了，穿上来整个就是人好像小一个码的感觉哦，黑色非常好看，看到我很熟悉的感觉。好，裤子也有分 size 哦， SML XL 四个尺寸，这个呢海外的粉丝也会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弹力真的非常十足。那就像妞妞讲的，如果你是新粉的话，一定要带一条 GN 的裤子跟 GN 的 MIT 上衣回家穿看看，真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黑色就是很百搭万用款，然后它是最瘦最瘦的一个款式。好，丹宁外套还没有要上架哦，再等一等咯，好不好？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呢就是出差的背景，很久没看到这个背景了。好，我还是要讲我们的这一套真的是很简单，就可以让你3:7比例，不想露肚子的人自己调整哦。好，这件上衣可以这样子多穿，正常领也可以，然后它是竹节棉，超好穿，就是 MIT 这个我今年自己也在包色了，还有在包色穿了。好，然后如果想看妞妞这一件的穿搭，在我们的 IG 也有，你也可以到 IG 上去看一下哦。好，
有没有超级好看的？而且这个袖长也非常非常刚好。好，裤子呢、啊，黑色应该就不用再介绍了，好不好？就是任何颜色的上衣都可以搭。然后黑色啊，我觉得来搭刚刚这个，如果你是买灰色的话，你平常也可以搭黑裤，这样子也非常时尚跟好看，而且在春夏不会到很重、很热的感觉。好了，那妞妞要把黑色脱掉喽，黑色脱掉喽。好，然后再来呢，第四个颜色呢，要穿的就是我们的深蓝色哦。深蓝色跟浅蓝色呢，是最常大家不知道买什么颜色，到最后大家就想说啊，那就包色买好了，就包色买好了。好，所以呢，来，深蓝跟浅蓝，好，深蓝跟浅蓝，好。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啦，深蓝跟浅蓝就是大家自己可能要选一个颜色，我到底要买什么颜色，它都是有点像复古刷白色，但是呢跟大家讲啊，它是完全没有就是任何的前面都没有任何的造型，非常非常好用跟晚用的话，我是161公分，是这种刷色超级好看的，而且是每年都不会退流行的款式哦。好，然后在屁股后面呢，它有做这样子的小切割。好，整件裤子的造型就只有这边而已，口袋小切割，其他没有任何造型，非常百搭，基本款又好用，弹力又十足。好啦，买一件回家穿看看咯。好，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直接问我，然后都可以很快得到答案。那如果裤子的尺寸也可以私讯给我们的小帮手，但是呢一定要今天要去买哦，因为今天有现货跟今天有优惠价格，你要买 XL 黑色赶快私讯我们小帮手，他会协助你教你怎么下单。然后衣服呢要再套吗？我再套一个灰色给你们看好了，刚刚穿了蛮久的白色，再穿一次灰色给你们看，因为灰色是我今年自己很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它又不会到很重，然后你看穿就是整个灰色很时尚很时髦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它是非常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又不会到很重很热，它是中腰，因为刚好在我的肚脐眼上，所以呢非常好用。如果你穿一些比较微短版的衣服，像这样子就不会露到肚子，它不算是超高腰，它是中腰，刚好在我肚脐眼的位置，所以呢是中腰，很好搭配，很好搭配。然后呢再穿一个刚刚一开始大家都非常造成轰动的颜色，就是这一个粉紫色。这粉紫色很少见哦，应该在GN才见得到的。好，这个粉紫色是女生很喜欢的，那家里有牛仔裤的人，不想要再花钱买的人也可以，你就穿你自己的牛仔裤，然后呢穿这个粉紫色，你看不论你是深浅都会非常非常的亮眼，而且这个粉紫色是非常非常显白的哦，非常非常显白的，所以不用担心。然后里面呢看你是要搭白色还是黑，我是搭小可爱，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你会有走光曝光的问题。还有我们家的小可爱你们一定要买哦，一定要买。接下来我要先来穿几件小可爱给大家看咯。好，来小可爱的部分呢，来妞妞先来穿比较运动休闲一点的好了。这一件呢是实际妞妞呢自己有穿去就是运动的款式，好，运动的款式，来等等哦。好，这个呢我先搭一件我自己的小衬衫。好，这个小衬衫呢是我们去年的款式，今年之后应该也会有这种小衬衫。好，里面这件黑色不要理会我，是我原本的小可爱。好，这一件呢是比较偏运动，拿给大家看，就是有奶茶色这一件。这件我很推荐哦，因为它呢旁边是做这种就是蕾丝边的，蕾丝边的这种透肤的感觉，然后呢下面呢这件弹性非常好，所以胸部很能帮你变 up up 的感觉，然后它又不会到太性感，因为它的后背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里面呢、啊、我穿的那件，如果客服小帮手要帮我贴的话，里面我穿的是就是一直卖得很好，去年前年都一直在卖的那件交叉后背多色小可爱，就是上千件的4000-5000件的小可爱。然后呢我外面介绍的这一件就是我个人很推荐，它是就是不会到这么的性感，但是颜色非常好看，它一定
样有黑色、奶茶色跟白色，然后黑色我也很推，因为这个啊，就是我可以拿去做瑜伽的款式，就是它蛮运动休闲的，但是又可以当小可爱搭配。然后如果肩带露出来又不会不好看，因为这边就是有这种网纱边的设计，非常非常好看。我们家的小可爱呢，衬垫这边是一体成型，然后这一件呢，它是下围包覆着大概2公分的那个垫子，所以呢，非常能托高你们的胸部。再来就是呢，夏天很闷热，其实你不太用穿内衣，一件小可爱在我们家其实就足够了。它呢，一样，你看弹性这么好，可以到这可以穿到居奶，因为有社团的粉丝告诉我们。然后重点是它外面是做非常非常舒服的螺纹之外呢，它内里呢是用另外一种棉料的布，是在非常非常亲肤的，所以呢，这个小可爱我非常推荐。那我们家小可爱超级便宜的哦，就是2入298，这个呢不用说，这个目前有现货，这个。你看它的弹度，我真的随便拉，轻轻拉，这个是我蛮大推。今天大家推两三款小可爱给大家就好了，因为这就是妞妞真心自己很喜欢，然后很常在穿的。所以呢，这小帮手有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可以赶快再贴给，可以问一下。好，那妞妞呢，除了穿这个颜色，我再穿一下奶茶色。其实黑色跟奶茶色啊，一定很多人会先买黑色，但是呢，我真心也蛮推荐奶茶色，因为我觉得奶茶色穿起来就是很有那种衬托肤色的感觉。好，里面的黑色先不要理会我，你看一下它是这种宽肩带式的，非常非常的利落加好看。好，然后如果你是搭白衬衫，你看，然后一般呢、啊，因为瑜伽裤大家其实不太会买太多浅色，所以瑜伽你看它下面就有这个条纹，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然后通常大家的瑜伽裤都会买黑色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奶茶色搭黑色非常好看。那家里如果你有这种薄衬衫的人，你看这样搭起来是非常好看。然后它不会像内衣，因为它是背心式的宽肩带，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穿。有时候不一定要一直买黑色的小可爱，因为像这种小可爱有个好处，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可以搭衬衫这样绑起来，又不会到太裸露，可以当背心，又可以运动，又可以当内衣。一件才多少钱？100多块而已，马币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呢，这个呢，反正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好，第二款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蕾丝平口小可爱。这蕾丝平口小可爱就是超多人买，它是我们现在小可爱前第二名的商品。主要呢是第一个它的 range 很大，可以大到 XL 以上。第二个就是它也是一体成型的杯型。然后呢，这一件呢是大家喜欢的原因是它完全不分任何的胸型，或是你想要厚垫前薄垫的人都可以穿，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厚垫子，没有特别的在哪边加厚，它就是1公分的小可爱，整片都是1公分，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款是没有分任何胸型，跟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厚垫，有些人不喜欢薄垫，这一款呢就是最基本款中的基本款，平口蕾丝，重点它后背是这样子，所以你不需要再穿 new bra， 也不需要再穿内衣，你的后背就可以有这种蕾丝镂空，而且蕾丝是弹性的。好，蕾丝是弹性的，这种蕾丝要买到弹性的又好穿不刺痒的，在夏天这么炎热当中可以买到这样子的商品真的是很少，所以呢，这个也是妞妞要推荐给大家的。那垫子你想要拆掉或是想要再加的话都可以，旁边呢都可以再拆掉。然后当然啊，最基本就是已经帮大家准备黑与白，你看它的弹性是这样子，然后里面呢一样是亲肤，就是在贴近身体最亲肤的料子给大家。好，这个一定要买，这是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平口蕾丝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收纳的一个款式。再来呢，蕾丝小可爱搭平口啊，最注意的就是它会不会一直滑落下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是，平口的商品多少都会滑落，但是我们家的这一款蕾丝，它其实真的滑落指数真的不高，因为像我直播穿了一整场，看到我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呢才敢推荐给大家。那如果真的你觉得还是很不安的人，上面有一个这种肩带钩，你也可以自己用透明肩带或是你的肩带钩起来都可以，好不好？好，我的衬衫呢是我是去年的商品，然后今年呢之后也会出类似的白色的罩衫给大家，这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咯，好不好？好，再来呢，再来的部分就是要穿上这个，这一件算是小背心，这一件算是小背心，然后这一件我觉得我在大码这边也很适合穿，因为这个料子啊跟整件啊，我不用再穿内衣，然后也不用
就是在有什么造型，因为它本身后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造型，给大家看一片。好，这件小可爱啊，它称之为小可爱背心，所以呢，你可以当背心，也可以当小可爱。里面小可爱我就不脱了。好，这件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还带了两色来穿，一个是灰色，一个就是黑色。这一件呢，是所有卖场里面衬垫最厚、最厚、最厚的一个背心。最后厚到不行，大概2公分到2.5公分，它你看它脱高的效果就知道它。所以呢，这一件呢，如果你是想让你的胸部 up up 或是小胸部的人，非常适合你，因为它下围的地方大概有 2.5 公分，上围的地方大概有2公分，它是全卖场最厚最厚的小可爱。我现在整个就是原形毕露身材在镜头面前，真的是我们家的裤子非常非常的修饰哦。所以呢，然后这个呢也修饰的非常非常的好，后背的地方呢，它其实是长这样子的啦。那是因为这边后面有一个交叉的那个小可爱，大家可以到卖场上去看一下，后面是一个很漂亮的扭结，然后一个小露背的款式。好，这个呢，我觉得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呢，它算是万用小可爱，背心、小可爱都可以，然后外穿也可以，就非常非常好看，价格一样非常非常的甜，所以你也可以搭配刚刚的蕾丝去购买，搭配刚刚的蕾丝去购买。好，然后呢，我今天的商品都介绍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想要再看的，或是想要问妞妞的商品，或是还想再看长裙啊，后面比较晚进来的粉丝可以现在先跟妞妞说一下，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呢，现在可以最后开放5分钟给大家咯，好不好？好，有什么想问我的吗？好哟，来吧，有什么想问妞妞的问题，就是还是说商品的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交给小帮手。那裤子呢，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哦，因为大陆疫情的关系，追加期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我们尽快把那个商品交到你们手上，但是如果比较久一点，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咯，好不好？然后，但今天目前都有帮大家准备现货，所以你很急、很想要买、很想要取得立刻马上的粉丝，请你现在也不要等了，现在去下单。最快的话，下午到明天早上就会帮你们出货了。海外的粉丝也是一样的哦，好不好？好，来，就这样咯，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好，我觉得我介绍的其实蛮清楚的，然后呢，最后呢，我等一下还要再换上，就是洋装，还要换上洋装。洋装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色，哪一款小可爱比较适合小胸部的？其实我们家的小可爱现在大概有10款以上，非常多可以选择，你可以私讯我们的客服，他可以告诉你哪一个比较适合小胸部的，因为真的每一个衬垫都不太一样，有很厚的，然后也有薄垫的，也有就是1公分的垫子，还蛮多的。那妞妞刚刚穿这个是最适合小胸的，因为它的衬垫真的厚到绝对会让你满意，就让你的胸部看起来很自然，非常非常的漂亮。长裙可以穿到什么尺寸？长裙可以穿到 XL。 我最后呢再换回一下长裙的款式好了。好，长裙的款式呢，我今天个人早上是穿了黑色去上班，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在大马地区我觉得也不会嫌热，就是我觉得蛮刚好的一个天气哦，穿这一件。然后它可以穿到蛮大的尺寸呢，因为它中间是做缩腰的，然后整件其实是算宽松然后舒适的，所以不是那种很合紧的款式，所以我觉得大家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来，好，来这样子，它其实可以穿到很大的range，因为我刚刚讲，其实这个松紧啊，它其实是有点造型用，它不是真的会缩紧很大很紧的腰，所以呢，真的如果是 S 到 XL 的粉丝，这边可能会比较撑开一点点，但是都可以穿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的弹跟长裙，所以呢，非常非常舒服，然后整个的臀围、屁股肉、腰肉、大腿肉全部帮你藏起来了，那它是可以正常肩跟斜肩来穿搭，自己喽，自己看喽。好喽，那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新品虽然没有到很多，但是呢，妞妞有讲，都是我们的明星商品，妞妞绝对会在2月3号第一档春装推出，然后不论是 MIT 上衣、牛仔裤还是 MIT 的裙子都非常必要，赶快把它带回家，因为真的非常实用。这个其实一下下就可以穿了，马上一转眼变热就可以穿了。然后海外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适合现在穿搭哦。
所以呢，接下来就有很多的商品可以买，还有大家期待的春装会开始今天开始陆续都会上架咯，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直播。那要下单的今天一定要快哦，那个 SU 不会下单的话，你可以私讯小帮手，我们的小帮手都会协助大家下单买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千万不要放弃哦，因为我们家的商品呢真的很多都是我们独家设计，然后真的都是质量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好穿又非常漂亮的衣服，所以呢记得赶快去私讯小帮手哦，请问连结，来我们小帮手贴连结咯。那新粉跟后面进来的粉丝最后再呼吁一下，今天呢有限时优惠价，直播价，所以不是天天都有优惠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喜欢的话，请你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下单完毕，如果你想要拿到现货的话就别再等了，就是现在就去下单就可以收到很快的现货咯，好不好？总之呢，今天的新品满满非常漂亮的商品就交给大家咯，手环不是我啊，新品是我自己的。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小帮手可以告诉你去哪边买，好不好？好啦，那直播就到这边咯，我们明天见咯，拜拜。